哇，还挺活的！哎呀，别走！对不起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把它全部切成对半。哇，这个油已经煎到极致了，应该不能再利用了。这些是我准备的小配菜啊，其实多一个少一个都没有关系啊，主要有豆腐、土豆、年糕、章鱼腿、白菜、香菇、洋葱、豆干、蒜和姜。我们先用蒜跟姜去卤这个鸡爪子是比较难熟的，包括这个土豆也可以提前放进去。Go。豆瓣酱一大勺，生抽两勺，蚝油一勺，料酒一勺，陈醋一勺，冰糖六颗，干辣椒五颗，米醋一勺，五香粉，老抽半勺，然后就可以搅拌了。再倒一些水，虾倒进去，蟹倒进去。这个鸡爪子很软了，只是现在巨烫，不是很好下口。这些全部都通通入味，一碰就断了。开刀，开刀！哦，对了，搞一点点的蟹醋，蘸。小年糕，香菇，真是香。哇，这鸡翅直接脱骨。对，我们上次吃那个香辣蟹，感觉里面的水分会更加充足一点点，没有那么干。哇，这个鸡翅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还要爽啊！特别是倒上这些超级浓郁的蟹汁，哇，我根本都不用吃这个鸡腿，直接像这个汁拌饭都可以送下，都可以吃一碗饭。哇，倒上一片香菇。把昨天晚上剩下的一点白菜给丢进去。